我闻。哇，是第一局就已经打了。耶、yeah, ，好棒！双方的棋面还是一比一。对啊。不要比赛，第二局比赛倒蛮轻松。第一轮它是6-1、6-4、6-4。我闻要。第二轮比赛6-3、6-4。我闻。击败了80分准备入局，没有输掉任何一盘。不过今天一开始，第一盘就6-7。哦哦。很快就稳定下来。最起码在台球网里的80局。第二盘呢是5-80有保住。很稳掉。另外在第一盘的很厉害。对啊，这样直接拿来切就可以了。他帮忙剥皮一样，他剥得很干净哎。